这么想爱他？啊！他们嘴巴张得好大呀！非要我们塞个炸弹到他嘴里才满意吗？ 当心点，掉下去了我可不管。需要稳住平衡。 站起来了吧！哼，注意躲避。 这里是他的黑雾之中吗？嗯，前面有东西。你真的要创造这孩子吗 ，M？ 我已经和你说了他的命运，他将会被自己的造物主所抛弃，最终……我知道 B。 你和我说过了，是个遗憾的故事，但那是在现实中发生的事，不是吗？正因如此，我才想让他在不同的世界
有个幸福的结局。他是个心中饱含爱的孩子。我理解，安雅，但你若要赐予他那个名字，他在西木兰卡的命运也会或多或少成为现实的映射。但不是绝对的，对吗？哪怕有一点可能性也好，我认为他值得拥有一段不同的人生。虽然到时候可能需要一些他人的帮助。好吧，亲爱的，我也不再说什么了。看在你这么执着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吧。又是无聊的命运。抱歉啊，我的孩子，我的生命不像我的朋友们，也不像这本童话书那么漫长，恐怕没法一直陪伴在你身边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走后会化作西木兰卡的一颗星星守护你们。要是孤单了，抬头看看就好。去见证这个世界吧，我的孩子，要和大家好好相处哦。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一定会交到好朋友的，这是我对你的祝福。这个世界就拜托你了。到头来，你还是被背叛了吗？你好呀，大龙龙，我给你带了些吃的，你应该饿了吧？可不能让其他人听到了。大家都说你是坏龙龙，但你明明愿意和我一起玩，还给我摘好高好高的花。没事的，你在这里藏好了，我明天……天哪，我的孩子！来人呐，快救救我的孩子，他要被邪龙抓走了！不是的，妈妈，你听我说。你也被人们所厌恶吗？是吗？这就是你许下的愿望，希望自己从未存在过。可不是什么好愿望。任何人都不能定义你是谁，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你的心。
回想起你自己的名字吧。杜陵。没事。没磕哪儿碰哪儿吧。我听王城的人说你们去讨伐巨龙了，就一路跟了过来，结果好不容易追上的时候却看见旅行者摔了下去。啊，对了，刚才好像还有一个人掉到了下面，不要紧吗？阿茂他会飞，应该不要紧吧。但他刚刚好像叫那头龙。杜陵，这是他的名字。你没事就好。那头龙，杜陵呢？他没事。杜陵？难道不是蒙德雪山那头邪龙的名字吗？他被特瓦林打败后就一直在那里了。我记得他好像是那谁……对，是黄金莱因多特的造物。造物？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了吗？你从刚才开始就不太对劲。哼。原来这才是关于西木兰卡邪龙的真相。雾气中的那些不是幻觉，而是巨龙的回忆。我还奇怪呢，虽然破碎之海这边的人回不了家，但从没听说过巨龙袭击村庄的事件发生。我们一路上遇到的居民恐怕是曾经矿窟中的人，还有前来讨伐邪龙的人，他迫不得已才把大家安置在这里吧。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脑中的声音是这么对我说的：你是这个世界的勇者，去拯救这个世界的巨龙吧。所以这到底是谁的声音了？我们又为什么会被带到这个世界呢？跟我来吧，下面有这一切的答案。这里是一间书房？是命运女神的书房。哎，是传说中创造了西木兰卡的三个女神中的命运女神。准确来说，是魔女会中代号为 M 的魔女。魔女会？啊，我好像一直在重复，可能实在是太惊讶了。她创造了杜陵的故事，准确来说，是西木兰卡的杜陵。很多事情都写在这里了，包括其他两位女神的身份，你们自己翻吧。明明我名字两头也都是 A， 但爱丽丝说先来后到，硬是从我中间名里取了个 M， 还真是受不了的。但爱丽丝的魔法总能让我感到惊讶，他居然让我随手折的一只小青蛙说话了。不如就写一些以折纸小动物为主角的故事吧。从前，他们生活在一座魔法森林里。芭比喜欢看未来的事，虽说他借此为西木兰卡的生灵划定了轨迹，但知晓结局的故事可不有趣。
干脆和他打个赌吧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西木兰卡的子民会选择自己的道路。听说他要在王城建一座自己的雕像，他还是那么爱赶时髦。亲爱的姐妹们，我有些写不动了，就连给你们写信的手都有些不听使唤。谢谢你们喜欢我的故事，为我创造了这个世界。我和你们度过了无比美好的青春。是的，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总是那么年轻。A 说我走后，西木兰卡的命运女神也依旧会存在，像现在这样实现着大家的愿望。这样也不错。你们想聊天的时候，就到神像下面来说说话吧，别许什么奇怪的愿望就行。这是西木兰卡的杜林，他在抬头看着什么？一颗星星。看样子这是 M 女士离开后的事呢。这次是一个矿洞，难道说是积木矿库的工人挖得太深，挖到了下一页的世界吗？这么说来，这矿灯和上一夜天上的星星好像。赐福森林，这本书一直都在记录西木兰卡发生的事，光是落在一个地方都会留下这么大的脚印，也难怪人们会害怕它。这就是你去抓星星的原因吗？你想妈妈了？诶，那是和星鬼王城不一样的神像，是命运女神的神像。哼，没事了，杜林，这里没有人会伤害你。别这么说嘛，我承认我之前错怪你了，但只要冷静下来的话，我们不还是能这样好好说话吗？所以才许下了那样的愿望。切，愚蠢。喂，明明谁都看得出你想和大家一起相处。想要像朋友一样和他们聊天玩耍，希望他们接受你，或者至少接受你的道歉。你从没有伤害过，也没有想去伤害过任何人。虽然被吓到的可能不少，可那是因为不了解你才会那样。嗯，如果和大家坐下来谈谈的话，我相信他们还是会理解你的。诅咒，
聂洛，和西木兰卡的人们共同相处，是你真正的愿望吗？那就闭上眼睛，向命运女神许愿吧，我们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的。相信我。我，尼鲁，愿作为森林的仙子，赐予你祝福，承认你为赐福森林的一员。愿大家接受你的到来，愿你在此寻得容身一隅。我，纳维亚，愿作为星鬼王城的国王，赐予你祝福，承认你为王国的一员。我也愿意作为这个世界穿靴子的猫鼬，给予你我的祝福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作为这个世界的勇者，赐予你祝福，承认你为西木兰卡的一员，愿你获得这个世界的认可，同时我愿作为你的朋友，祝你找到前进的路。我作为游历诸多世界的旅者，赐予你祝福，愿你不论身处何处，都有同伴与善意相随。这个世界就拜托你了。嗯，怎么了？你们为什么都这样看着我？啊，我的爪子，这是我的爪子，还有翅膀和尾巴，我的身体，难道说，哇，很可爱嘛，和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呢。啊，我倒不是说以前不好，只是，哎呀，你懂的吧？感觉怎么样？还满意现在的样子吗？你们身上有花吗？或者这个世界的水，纸也行。啊，我这里刚好有一些，给。真的不会变了，我碰到的东西不会变了。那真是太好了呢，我遇到的会飞的同伴又多了一个。这样一来，西木兰卡的居民就不会再害怕你了。嗯，可是我以前做的那些事……乖乖去赎罪吧，不论是舔你的脚印，还是送破碎之海的人回家。嗯，你会陪在我身边吗，阿莫？啊？为什么我要陪你做这些？哎，可你刚才说要做我的朋友。我……啰嗦。你不喜欢就不做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我陪就是了。啊，真的？用不着拿这种事欺负你。谢谢你，你是第一个称呼我名字的朋友。回上面去吧，这里简直闷得慌。嘿嘿，终于有个他不擅长对付的角色了呢。我知道了，
但总觉得是很新鲜的事嘛。那我们也上去吧。我，别害怕，杜林，我们会陪在你身边的。嗯，谢谢你们给予我的祝福，这是我这么久以来最幸福的一天。当当，给你们一个惊喜。路灯说话了。路灯，哎呀，我们一起聊过多少次天，怎么还是把我忘了呀？这声音是妈妈的朋友。你们好呀，旅行者，还有各位新朋友，也向你问好，杜林，你变化可真大呢。看这样子，或许应该叫你小杜林。小杜林，嗯，我喜欢，小一点挺好。您就是这个世界三女神之一的创世女神吗？嗯，没错哟。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厉害了点儿，但其实当时我们三个人出的力都差不多。你们要是读过 M 的故事，就会知道里面的世界有多迷人，迷人到想要亲身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所以我就拉上 B， 在 M 的同意下，创造了这个名为西木兰卡的世界。等等等等，你怎么就自顾自讲了起来呀？不先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不对，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吗？我当然都要讲。几位是经历了冒险的大英雄，自然有向魔女提问的权利。先说我吧，我刚才从书本里感受到了一股特别强大的魔力，忍不住就进来看看了。是我们祝福小杜林的那时候吧？没错，在童话的世界里，语言与情感有时是比任何咒语都要强大的魔法。也拜你们的魔法所赐，小杜林才有了如今的模样。和我打个招呼吧。哎呦，真可爱。难道说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也都是被安排好的？安排这个词我可不喜欢，要我说的话更像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吧。在西木兰卡的杜林向命运女神许下愿望的时候，刚好就有那么几位异世界的朋友手上捧着 M 的童话，而他们又刚好拥有高洁而善良的灵魂，于是就被命运女神选中来拯救西木兰卡这个世界了。这么说来，我几天前好像还真在看书。哦，对了，是在给灰河的孩子们读童话故事。我好像只是捡到一本老旧的书，就拿它来垫在箱子里睡觉了。居然这么巧吗？哎，不对，但为什么其他人都有故事里的身份，我们没有呀？我们进来前正在……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收到本奇怪的书，也没写寄信人，结果翻开一看就到这里了，一定就是你寄给我们的吧？咦，是吗？那大概是的吧。为什么呢？也许是觉得好的故事总需要一个人来读它才行吧。你是诸多世界的旅行者、见证者，怎么能少了你呢？我能感觉到你给予小杜林的祝福十分特殊，有着故事之外的祝福，他说不定也可以去其他世界转转了呢。是指提瓦特吗？没错，其实在创造西木兰卡的时候， M 就对我们说，希望这里的居民有朝一日能去外面探索更广阔的世界。所有故事都有结局，可一旦故事成为了现实，他就应当拥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的居民脚下的轨迹其实早晚都会消失。哎，既然他们都能去其他世界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出去呢？你们不是一直都能出去吗？啊，
不论是坐破碎之海的小船，还是触摸预言之牙的大书签，只要心里默念想去的地方，都能出去啊。这你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吧？诶，没有吗？嘿嘿，我觉得凭你们的本事，这些都是小问题吧。至于其他被召唤至此的朋友，我猜大概是命运女神想让你们更好地欣赏故事才没有说。谁叫她是 M 的映射呢？恐怕也继承了一些写故事爱留悬念的小习惯吧。好了，该说的应该都说完了吧？你们接下来要怎么安排？我要先去和这里的人们道歉，然后像妈妈告诉我的那样，去保护这个世界。知道了随时都能离开之后，突然就不那么急着回去了。难得到了这么一个神奇的世界，我也想多转转呢。你们喜欢就好，我也说不定还会再请一些朋友进来玩玩哟。对了，小杜林，很高兴看到你交上了新朋友，我想 M 他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最后也请收下我的祝福吧，希望你的未来如 M 的诸多故事那般纷繁而多彩。他消失了呢？这么说的话，这趟勇者的冒险告一段落了。但新的冒险才刚刚开始哟，属于小杜林和他朋友们的冒险。我的？我也想早点把小杜林介绍给森林的同伴们呢。虽然之前有些误会，但现在他们一定会欢迎你的。看我干什么？都说了会陪你的。哇，你们快看，好漂亮的星空。说不定是这个世界的三位女神送给小杜林的礼物呢。谢谢你，妈妈。